有个别的自媒体说话不好听啊，那是啊，这个郭德纲与谦嫂疑似关系很好，嗯，疑似啊、哦，这不爱听啊，哦，不爱听这俩字儿啊，我这些年白忙活了，好家伙，对吧？还有那个没有文化那个、郭德纲跟谦嫂很般配的样子，嗯，把我气的般配，就这我看了一天。就爱看是怎么着？你们这样写，你们对得起于老师在天之灵吗？啊，对，他给我说死了。真见着嫂子，我现在我连话都不敢说。怎么呢？有时候演出，他到后台来玩来啊，他进后台扭头就走，不见面。我躲他，我一躲，他喊我，啊，你站着，你跑啊、哦、啊，嗯，你像话吗你？嗯，这台上胡说八道，招着大伙拿着开玩笑，嗯，我们怪害臊的。是，对不起嫂子，嗨，台上都假的。嗯，你这以后少说这个，是是是是是，嗯，这天可凉了哦，你穿秋裤了吗？怎么转那么快呀、啊？这个嫂子，我穿秋裤了。是，你少来这套哦，你准没穿。干嘛？过来我看看。回来，你说着说着还动上手了，你这有句俗话啊，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。啊，这是传统话。你们是不了解谦哥跟嫂子这个爱情，你们要知道了，你就说哦，嗨，台上那真是瞎说，人家两口子感情针插不入，水泼不进。我们是有基础的。我因为我们是一块长大，这咱们讲过了啊。啊，我刚到北京就跟着这老大哥一起，没少讲了。您这个，那洗手间那粉球说了吗？甭说了，都吃了那个。哦啊，还有一次，再带我到那个清华池去洗澡，说过了，全说过了。因为我对谦哥也很了解，我很尊重他，是吗？啊，我们小的时候，他在我们就这么大的哥们兄弟里边，嗯，他外号叫情圣。我这模样，我能叫情圣？现在是老了呀，啊，那会儿还了得，不是我吹啊，很厉害啊，又沾这个谈女朋友、搞对象啊，谦哥这份儿。我行，他当年有一段时间，他同时暗恋40个女孩。我这跟谁？我同时暗恋还？后来我劝他，我这暗恋不解决实际问题啊。就说是，那谁知道啊？不是我一沾选择有一个强迫症。哦，你看这堆照片都在这儿。哦，还要照片？我也不知道谁合适谁不合适。啊、哦，挑挑。我帮你挑啊。啊、哦，好。这个，嗯、这仨准不行。为什么？这仨是男的。废话。那是不行，这是高峰的妈啊！好，谁都要我这倒是孙越的姥姥，不可以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个女孩长得太老型了，老！哎呀，这简直就是个女老头，这什么模样这得？哎，这个好看啊，行吗？年龄、相貌、皮肤、气质都好，好。但是你不会成功的，怎么呢？你前些日子给她拍照的时候，我知道。在哪儿啊？就是咱们清明扫墓的时候，你拍的人墓碑上那个。哎，好嘛，我拍个死鬼。这些都不行啊！最后我们挑了一个女孩，哦、我说这个你展开追求。哦，这行。哟，这女孩都好。怎么好？她叫李逵。哦，梁山上下来的，葵花的葵呀、啊。那也是李逵呀、啊，那个女孩特别好啊，特别好。我说你一定去。行吗？哪怕人家说不同意了啊，你最起码心里也老踏实。那倒是，要不到老了你会后悔一辈子。他遗憾呢啊，谦哥鼓足勇气是啊，葵葵，嗨，葵葵你好，就别重叠字了啊，喊人女孩啊，李葵就很大方，是吗？你这鸟人，什么乱七八糟？你这还是李葵吗？这不是你这鸟人，鸟人了，葵葵啊。嗯，明天去看个电影吧。看电影？不会。什么叫不会？看电影不会啊。嗯，那后天晚上一起吃个饭吧。这可以了。爷爷不饿。爷爷不饿。那我们去散个步吧。啊！砍死你的鸟人！什么乱七八糟？这还谈不谈了？这个，你看这最起码这个态度，我说你死心吧。不行了。哎，死心，说明他跟你没有缘分。爷爷走了。你看，爷爷走了啊。但是呢，他走了、嗯，嫂夫人走进你的生活，哦，就是我现在媳妇儿，哎，嗯，该你的总会来，你这缘分，你看这你不服不行啊，那倒是，这一切都是跟谦儿哥这毛病有关系，
这爱毛病什么事儿了？谦哥这个人呢，啊，嗯，没有大毛病，但是小毛病还不少。您可以说，没关系。他这个人，嗯，你看啊，啊，我给他总结，因为我们了解他嘛，啊，是。第一，贪凉。哦，喜欢吃凉的。哎呀，小时候吃冰棍儿啊，好，他能吃十根八根的，就这么吃啊？我们小时候吃冰棍儿，还是老太太推着车卖呢。是。奶油的、小豆的，嗯，巧克力的，对，那会儿我们小时候三分一根，五分一根，就这么便宜。红小豆的，对啊，奶奶，我们都去买，要根小豆的。卖冰棍老太太，她是不一样。我有绿豆的吗？我要绿豆的。卖冰棍也纳闷，嗯，都要红豆的，嗯，你怎么要绿豆的？哦，奶奶您不知道哦，红豆配相思，哦，绿豆配王八。嗨，我得来个绿豆的。我知道的还挺多。老太太说：“你尝尝这根啊，红小豆，红小豆。”嗯，好，他这吭一口，哎呦，连老太太戒指都啃人家了。好家伙，口太大，爱吃冰棍儿啊、哦、啊！还有一特点，爱吃剩饭。剩饭，他爸爸剩的饭他吃，哦，他妈剩的饭他吃，哦，他哥剩了他吃，哦，他姐姐剩饭也他吃，管我吃。我那会儿问他，嗯，我说你们家没个狗吗？真是的，他也愣了啊。啊，狗剩了也我吃？谁说的？我吃习惯了是怎么着吧？不，喂狗啊？对呀、啊，那我吃什么？哎，好嘛，非吃不可这个。勤俭，啊，这叫勤俭啊！勤俭会过日子。哦，他穿那个裤衩嗯，都碎了，破的不行，也不扔。那干嘛用？攒几条，绑一根棍擦地用。这屋里得多骚气！你啊。会过日子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人好干净。我这还好干净，好干净啊，好干净。哎呀，大毛病小毛病反正有点，但是可爱。怎么瞧出可爱？你看，你就从那个事来说、啊，他们的同学，初中同学、啊、搞了一个 party。哦，我们还搞 party， 搞了一个剩饭趴。这就别 party 了，都剩了饭了。啊，每个同学从家里带一份剩饭啊，哎。你说我特意的炒出一个菜搁那儿不行，嗯，必须是头天大家拿筷子扒拉完了的，剩的那个每个人带一份儿，哦，四十多同学每人带一份儿，啊，谦儿不用带，我为什么不带呢？你负责吃，明白了，就是他们看我吃剩饭的 party， 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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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嗯，不是吃饭的，忆苦思甜剩饭趴，啊，剩饭趴，定的是中午12点，哦，中饭，哎，10点。他还没起床，我那么懒、啊，他妈就喊他快起来吧。是，太阳晒屁股了，北方都这么说。他赶紧爬起来，往屁股上抹点防晒霜。嗨，那我打算还晒一会儿是怎么着？又躺了10分钟，哦，这才起床。嗯，起床其实到吃饭这地儿15分钟啊，不长。他得收拾将近2个小时。哇，他这个人洁癖，我还洁癖，洁癖，嗯，洁。倾斜的倾，癖癖好的好，我乱了这个。您不解释还好点，起来先弄头皮屑，哎呀，咔咔咔，头皮屑先弄干净了。还有头皮屑，把眼屎 K 掉，我洗一洗好吧、啊？挤着鼻子上的黑头，哎呀，掏耳朵，嚯、哦，哎，刷牙，啊，刷得刷20分钟，是啊，刷完了抠着牙结石、啊，我都那么刷牙了，我还有牙结石呢，嗯。搓耳朵根子后边这泥，我洗把脸好不好？搓脖子上这刺儿，全长了。给嘎吱窝铺点粉，这没味儿。铺上粉了就不粘了，以前粘的呀，原来拉不开。哎呀，好家伙！哎，胸前这有3个粉刺，那怎么办？粉刺挤2个，那一个呢？还没熟，我还挺讲究你。拿笔写上，我等你哟。嗨，我跟粉刺拿什么约会啊？我哎，嗯，然后揪着鼻子毛，啊、哦，还长毛，鼻须啊都支出来了。哎呦，对啊，平时思考的时候这样。我哎呀呀，哎呀，我留点胡子不行吗？我但今天是剩饭趴啊，不能让他织的不好看。哎，这挡吃饭，揪他，吃人呵。哎呀，嗯。哎行了，揪啊！哎，揪完之后找一根牙签啊，剔一下指甲缝里的泥，
我这早干嘛去？哎呦，这有一个猴子 ，K 一下。哦，这手有扁平疣，是拿小剪子把它剪了。你有剪子剪个鼻须多好啊！你至于那么瞪吗？哎，搓膝盖，啊啊哟，前两天腿上破了，啊，都扣杆了，把这杆撕了。嘿呵去，哎呀，打磨脚后跟，全剪指甲。嗯，都弄好了，算了算日子，三个月了，啊，今天是该换裤衩的日子了。仨月一换，换那个，打开柜门，里边有一个干净的裤衩，哦，拿出来把那个换上，把这个叠好了放柜子里，不洗，三个月之后就没味儿，自然风干，这倒是，哎，裤衩都换了，袜子是不是也得换？废话，对吧？赶紧换上袜子啊。端起水杯来，蹲蹲蹲蹲蹲蹲蹲。嗯，哎，你说我喝了足光散了，怎么脚还臭呢？废话，那是喝的吗？那个，嗯，好了，可以出发了。出来去参加我的剩饭趴。啊，就是吃饭去呗。由打家里出来，下了楼，往前走了没两步，嗯，看见那儿站着个女孩。啊，有一女的，就是嫂夫人。哦，就是我现在这媳妇儿。那会儿还不认识呢。那第一面嘛。哎呦，真漂亮啊。是吧？柳叶眉、杏核眼、樱桃小口一点点，手使两把大斧。哎，还是李逵吗？这不是，没走啊？这不是，就摆一个姿势跟那儿。啊，你看他摆这姿势呢。于老一看，我很爱，哦，我喜欢。这一激动，怎么样？肚子不舒服。我怎么添毛病了？我他爱吃凉的，所以他有点习惯性的肠炎。哦，还习惯性？又何况刚才喝了一杯足光散。啊，再加上这会儿一激动，拧上了，较劲儿。哦，对，啊，嗯，人家女孩呢认识你啊，于老师啊，哦，认识，表情还不能带出来，别让人看着。你好，哦，哎呦，我没底气了，这，啊，往前走啊，嗯，好，这我趟着料呢。《史记》上有句话。叫什么呀？啊，胸有积累而面如平湖者，可拜上将军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心里多着急，脸上很平和，是个大人物。他就没考虑肚子啊。于老师走到跟前儿，嗯，你好，姑娘。哎，相逢既是有缘，嚯，今天能见面，岂不是上天的恩赐吗？还拽呢？打扰一下，是我能借您家洗手间拉个稀吗？哎呀嗨，这不是白费劲了吗？这不是啊。啊，于谦老师啊，认识，我喜欢听你的相声。好，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？完事儿怎么样？幺三，哎，留电话吧，俩人。哦，留电话，您跟我来，您跟我来。啊，女孩前面走，旁边就是人家。哦，带着于老师进屋，推洗手间的门。是，干嘛呢？哎呀，于老师，对不起啊，声控灯坏了。嗨，于老师，没事，不在这个了，重要。嗯，我手机有灯啊，对，我照着点，知道马桶在那儿就好了。就说是门关好，于老师坐在那儿，嗯，实在是受不了了，闹肚子，耳边响，就听得，哎呀，啪，怎么了？灯亮了，哎呀。我把人声控灯都治好了。可着房顶子那么一个灯啊，那么大个灯，300个灯泡，亮如白昼，没拉过有亮的屎。这才有时间看这个厕所。哦，观察一下四面的玻璃墙。您先等一会儿，那边是主卧，这边是厕所，我全看清楚了，透明，四面都是玻璃墙，四面玻璃墙。哦，女孩就坐在门外边。看见了，拿手机。嗯。啊，先看手机，先看手机。啊，给你发短信，那会儿还没有微信呢。哦，短信。于老师，认识你很高兴。哦。于老师，赶紧给人回。是。相逢就是缘分。嗨，我喜欢听您的相声。啊。有机会来看现场。你让他进来聊聊多好啊！那不就差一玻璃了吗？方便完了，于老师很尴尬。啊。实在是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。是啊，女孩说没事，也没看过沉浸式拉屎。哎，这玩意儿用得着沉浸吗？两个人迅速的把关系就拉近了。啊，哦，我们就好上了。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是前生造定事，莫错过姻缘。
这说的多好，你看一步步走过来，俩人多好。嗯，谦儿哥每天想的就是一件事情，什么事儿？我怎么对我老婆好？我们这好确实好。嫂子想的就是我怎么能对我老公好？你看互相的吗？不是，人家这个感情。对，你看有段时间，嫂子问我，哎，德刚，嗯，那谁谦儿爱吃什么呀？我说你要干嘛呀？不是，你告诉我，我好给他弄，我让他高兴就好。嗯，我他爱吃剩饭。别提剩饭了，行不行？还有那个什么那个。哦，冰棍儿，凉的啊！老太太的戒指，啊，你想起什么？哦哦，这些日子好像净吃凉粉儿，还是凉的，爱喝凉粉儿。嗯嗯，听完之后，嫂子就去买那个豌豆粉的那种淀粉啊，要做凉粉儿。豌豆淀粉拿水和开了，嗯，锅上做热水，把它放在一起，和拢匀了，啊，搁边上，等它凉了就凝固了。对。到时候咱们家里边切点黄瓜丝啊、辣椒啊、醋啊、糖啊什么，一拌就吃了，是很简单。凉粉，嫂子人家跟家人家孩子没做过饭，哦，人现在做，就为了他，哦，弄一大锅和拢匀了，搁在那儿等着，嗯，一会儿凝固了就好了，给你吃，还不凝固，哦，等着。我这个没做过饭，我真是废物，嗯，端起来哗倒到马桶了，他没做凝固吗？又弄了一锅，又弄，这回一定会成功的，嗯，啊，谦儿吃完会很开心，你看。还不行啊！哗，倒马桶都不成功，又来一锅，还是不行，又倒了。啊，三锅都泼马桶，眼泪下来了。哭什么呀？我是个废物。哦，我希望让于谦高兴，我怎么就做不到呢？你看，哇，哭！他吓坏，心疼啊！啊，这是怎么办？这边怎么哄哄不好了？啊，没法劝。给我打电话，你快来看看你嫂子，这不知为什么哭。嗯，我赶紧来，嫂子，哎，你可来了，撒手。什么毛病？你们这见面都是不就嫂子怎么回事？我弄凉粉弄不好，那三锅都不凝固啊，在哪儿了？我泼在马桶里边。嗯，我看看吧。嗯，这不凝固了吗？在厕所里凝固了，也凝固了啊。谦儿还问我，嗯，接下来怎么办？你叫我找这个吗？拿过一把勺递给于老师啊，看你的了。嘿，好。嗯，谦儿哥拿起勺来说了一句话，没把我气死。说什么呀？我有洁癖呀，还洁癖。哎，后来啊，这个哎，恰恰没有。没有后来了，一说一乐哈。啊，这个一会儿演完了吃凉粉去不去？不去，仨月得不吃了。谢谢大伙儿啊！相声就是一说一乐啊，这说完了，您一开心比什么都强。是，嗯，这个今年德云社有一个工作计划，嗯，就是你看我刚说完这仨站起来，是要去汇报吗？我们是八宝山曲艺团的。把他手里的纸条留下来，快抓住他们两个！哎，跟人开玩笑，人家去洗手间。是，嗯，留神那声控灯啊！所以说，听相声这个玩意儿，可乐就在这儿啊，不能走神，要不一走神，人都乐，你不知因为什么。德云社今年这个还真是挺忙，嗯啊，这一开始一来，这个连相声、在古曲、在京剧，真是无一日得清闲。是啊，这些日子这儿去那儿去，一站一站的，大概演到九月初吧，嗯啊，我们大概九月七八号啊就开始出国巡演，嗯嗯，奥克兰、新西兰、墨尔本、悉尼、布里斯班啊。嗯，那整个那边呢，演这么十场八场之后，奔加拿大跟美国，美加地区，哎，大概就是我九月初走，十月底回来。对，啊，是走之前反正安排也挺满，嗯。但是呢，我刚才说一半，我们今年有一个工作计划，就是今年德云社计划把工作往南边开展，嗯，啊，就是现在基本上定下来的呢，就是准备在外地再开德云社的地方有上海、苏州、成都、深圳。
之前也有朋友给我找过一些地方，因为我对深圳不是很熟悉，是啊，我还停留在当年华强北那个啊，我这回来我还问他们，我说那个什么卖假表那地儿还都有没有，他们说这都什么年头的事儿了，我好几年没来了啊，我说我也不太清楚，说别在深圳什么地方搞这个剧场合适是吧，好，反正现场好几千人，您各位听着我这话啊，谁有合适这种房源啊，你觉得哎我们这儿适合干剧场，门口还能停车，哎而且还不要租钱啊，这啊您就上德云社官微那儿您私信告诉我们啊，这个开业的早啊晚啊完全取决于你们了啊、嗯、希望深圳德云社早日开张，我们先谢谢各位深圳父老啊，这到时候您得捧场啊啊，行，那这你到这儿来就多暖和是吧？哎，是，以后咱们再来就穿塑料的大褂。好家伙，多捂得慌啊！嗯，这回来演出呢，后台坐那儿感慨半天。是吗？哎，高峰啊，罗云平，这都好几年没上这儿来了。都是。就是老高也是啊、嗯，上回来是老高还有头发呢，你看。好家伙！嗯，来老高，老高在吗？在哪儿？在那儿。来，快来，快来。这个我刚才跟大伙说了啊，啊，说深圳要开德云社，太棒了。反正你们得多辛苦，因为就家都在北边，对，到时候你要上这儿来，可能一待就待个十天八天的了啊，没问题。再回去，反正您跟谦儿哥家里事儿都有我照顾啊。啊，哎，我说他这么客气呢，啊，好拿这儿盯着呢。这个高老师是我们这儿的人才，哎呦，您别这么说啊，也是师出名门啊。我跟谦儿哥的师傅呢是。侯耀文吐鲁番先生，吐鲁番、这个、像话吗？还有地名什么？石富宽，石鲁宽先生，石鲁宽先生呢？石鲁宽，石富宽，我看石先生啊，嗯，老高的师傅呢是范振器先生啊。嗨，你什么嘴？什么？范振玉先生？范振密先生啊？到底这全程山寨的啊？范振玉先生啊？范振玉先生？范振玉？范振玉先生？还是那假表那？哎，这个三位老师呢都已经去世了，多遗憾！我师傅活着呢啊。好，差点让你给说回去，你四舍五入，争竞这个就没意思，给他个艺术家就完了呗，对不对？缺这个是啊，有这没事，不重要，不重要，不重要，不这重要了。哎呀，可能你们不太了解高老师啊，我怎么样？高老师是我们后台的全才，哎呦，什么我韭菜，我海来。这俩人都是我的仇人啊！怎么着？说着说着怎么又仇人了？我们仨小时候说相声的都在一块儿。对啊，这俩人净欺负我。哪儿？您举个例子。你看小时候，谦儿，郭德纲，你刚进北京啊，你洗手间那粉球不知干嘛用的吧？哎，不是，嘿呦，完没老说呀。类似这个事儿啊，就你上这当。今天要罚你，嗯，罚你喝点水，喝点水，罚喝吃面条的大碗，让我喝那个凉白开，喝，吨吨吨吨吨喝一大碗。这应该多喝水。高峰又问我，啊、那个球要换成绿的，是不是也不知干嘛用的？咱不认识。好，喝水，俩人坏。啊，这么大碗，我十来岁孩子一喝喝五六碗，哎呀，喝动不了了。嗯，俩坏蛋乐，嗯，高兴，俩人出去上院里玩去了。是，冬天的北方很冷，那当然。他俩人也逗，于谦儿，嗯，你敢拿舌头舔这大铁门吗？哎啊，这打赌什么？于谦儿倒听话，是，嗯，哎，怎么样？粘上了，冻上了呀。高峰，你敢舔吗？我高峰，哎，哎，俩人都跟那儿，哎，我也不长记性。我站旁边我傻了，嗯，那怎么办？对呀、啊、这俩人傻呀，啊、嗯、端水去，对，得救我们呢，端水救我们俩、哎、往上救、啊、我赶紧拿家伙上水管子，嗯，我们院里有一个姚大爷，哎，要我来了，你姚大爷还没老有这姚大爷，你老大爷，嗯，老大爷你干嘛？我说接点水救他们俩，嗯，孩子、啊、凉水泼上不更坏？对呀、啊、啊得浇温水，哎，我就愣了，是、嗯，上哪儿弄温水去呢？真好，你要干嘛你？后来我就救了他们两个人了。哎呀，甭问，你肚子也不胀了是吧？哎、打那儿起，他俩人唱歌唱戏特别好听。特好，这是个偏方，你可以试试。就夸你们嘴甜。哎，对。高老师确实啊，嗓子甜，唱得好。哎，那是我练出来的。哎，巧妙不巧妙？哎，呵，又过桥，你看。刚才在后台，他唱现代戏惊着我了。哎呦，您听见了？老高还有这嗓子
啊，要不你姓高呢？哎呦，就因为这改。唱一句，哦，我在这露一露。哎，要学呢，掌声不太热烈，你看，哎，行了。既然大伙儿这么盛情邀请我，我还真给您唱一个。您这样，您就唱刚才那就行。刚才那现代戏哈，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。最近练这个，来，哎，我给你出一主意吧。您什么主意？咱俩人唱好不好？俩人怎么唱？我唱前半拉，您接最后一青松。哦，高腔是我的，好吗？那我对您有个要求。您说，您起调的时候稍微高着点儿，嚯，好，要不然我唱不痛快。罢了，可不可以？有能的人胆子大。哎，您客气，是一个调门。哎，您越高越好啊。要学那。一腰不行吧，别啊！我说话是放屁是吧？没闻见，不，没闻见啊！你高点啊！哦，嫌低了。对对，高一点。一腰不，再高点。一腰，你舍不得唱是吗？你这还让各位朋友给你找地去？那谁给你找？你不卖力气，你高点啊！高老师，高老师，他不卖力气。我得劝他一句，高老师，您什么意思？他不是不卖力气哦，这调门就不矮了。是啊，这个后边有一翻八度，有一高腔，那才高呢。到那儿的时候，怕您唱不上去。行行，跟你有关系吗？我不是提醒您一下，你惊了是怎么着？比我们俩话还多呢。不是我，他唱前的，我接后的，这里没有于谦什么事。我也唱不上去。还是的，今天既然来一趟了，啊、哎，我让你啊，小刀拉屁股，怎么讲？开开眼儿。这都什么俏皮话啊？这哎，这开完眼儿灯更亮。哎，别提这个。就你高点，高点，腰再高点，腰再长一调，腰再高一点，腰。哎。哎怎么了？这是来不了了啊！太高了，尽你所能，好不好？一可以了，差不多了，保持住。学呢，泰山顶上，来唱吧。完了哈，注意啊！我听着呢。一青松，谢谢，谢谢，京剧发源地。这哪儿叫京剧发源地呀、啊？真懂戏。行了，你别说了，谁跟你握手了？要脸不要脸，还跟人握手呢？你先伸的手啊！我就让您别吹大话了，还京剧发源地胡说八道、啊。唱多好啊！唱的什么我就好，我什么都没听见，好什么呀？没听见人都废话，您这一家您就大便干燥的腔啊！您这都是什么语言呢？吃一根红小豆冰棍就好。来点剩饭、我跟你说咱白唱了他没听见啊，他没听见什么？他没听见，大点声，耳朵都震聋了，你看看这太好听了，上哎呀震耳欲聋。我们再来一个好不好？太棒了，您听这个啊，认真听 啊，穿林海，跨雪原，气冲霄海，还是现代戏。哎哎好，林海跨雪原，气冲诸侯，嘿嘿，好，夹叙夹议来吧。哎注意啊！啊，听着呢。小汉呐，自个儿都乐了。不是乐憋的。哎，这回怎么样？这叫什么玩意儿？唱多好，老高。哎，我们再唱一个吧。我还上瘾了。我就爱跟你唱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来啊，开始了都。嚯，哦，唱吧。哎，来。什么戏您这是你早点唱我都忘了、哎呀您再来一个，我给你编一个。可以，虚惊传四郎好，我迈步出监，出监是我的啊。我行，这回彻底没声了。那个哟，鞋不错，老美华的。哎呀，这第三回了啊。是，请您认认真真的给我们点评点评。你还非得让我点评？我挺尊重您的。行行行，反正您这艺术啊，就这么说吧。啊，怎么形容啊？就这儿要搁一馒头，狗都能唱。哎，你等我拿馒头去啊！哎，回来回来回来，别添彩儿了，您这就是挖苦人。不是挖苦人，谁都能来，谁都能来。对了，那太好了啊！你能来吗？你看我说谁都能来，我怎么不能来？那就行了，大伙儿欢迎，让他来这个。你来，谁都能来哈、啊，来吧。你说这抬什么杠？你要说这段高，我嗓门唱不上去，那就甭抬杠了。这都不出声，你这是这就不出声啊？于老师准备好了吗？人问你呢啊？就您这东西还用准备啊？您要不要试一个调门啊？啊啊！好，您尽你所能吧。来，哎啊，啊，
哦，就再高一点。嗯，嘿啊啊，我都可以呀、啊。来吧来吧，看这个骄傲的样子，你就听着吧。开始了啊，来您唱。一线公职到领先，不由得本宫喜心前，站立宫啊门。Please, it's your turn.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他跑这道谢来了。嗯，不是唱啊，谁都能唱，谁都能唱，我怎么不能唱啊？各位馒头狗都能唱。来，哎，可能没馒头啊。来，太可气了你。哎，怎么可气呢？不是，怎么？啊？以为我真唱不上去呢似的。哟，哎，怎么样？我就是真唱不上去，不是谁都行吗？废话，嗯，这你们这叫缺德，知道吗？哪点啊？本身这段调门就高，是啊，这么低的时候还往这么高了唱，那真正到高的时候，谁也唱不上去。嗯，我可以试一试。你行，有行的，你想试，你唱着我。你唱前半拉，我给你接后头。嚯，还让我起调门是吧？你高点给他起啊，听我的吧。报仇的机会，您来吧啊，来吧。还没唱呢，好什么？差点给他假了，这给他逮回来。一见公主到领间，不由得本宫喜心前，站立宫阿门。真好，嗨，好，捧我干嘛呀？嗓子真好，你是不是在宫里上过班？哎，别废话，接我这唱，快来，站立宫阿门，叫嚣翻。我们把今儿参加演出的所有演员都叫上来一块聊会儿啊！哎，好，来啊，咱们依次介绍一下啊，从这边开始，高峰高老板，嗯，我的爱徒啊，栾云平，嗯，我徒弟张九龄，王九龙。哎，这也是我徒弟，也是我干儿子啊，李鹤东。嗯，大高个儿你们都认识了哈，啊，这行的大辈儿啊，少谢呀，这是啊，谢金。我们台有俩相声世家，主持人是我师弟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。到这会儿一般都是需要演员们演一个小节目的时候，哎，好，有点侯爷的啊，侯老师您的仇人来了。嗯，哦，还看谁啊？来，少谢，快来，快来，咱俩比比个儿。来来，俩一块来啊，行，来，嗯，爹，我们爷俩一块唱一京剧，行，好，嗯，唱一个那个淮河营，好，一二。此世间不可闹笑话，胡言乱语怎瞒得咋？在长安十里跨，大话为什么事到如今耍奸猾？左手拉住了李左丞，右手在把乱步拉，三人同把那鬼门关上爬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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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批评你们跟前这些位啊，你们就没有意识啊？掏出手机，夸一拍，嗯，往这一发，嗯，看见了吗？演的时候观众都走了啊，当玩就有流量。每到这个返场的环节，有的时候很纠结，为什么呀？因为难免他们，我跟您唱个歌，嗯，跳个舞，
连半分钟都没有。嗯，其实观众很高兴。嗯，但是就怕发到网上去，哎呀，那个还跳舞，完事截下来还得圈我，你看看这是相声吗？嗨，我心说，你知道于老师是我闺女吗？嗯，你老吵吵我干嘛？成语吗？于氏郭女吗？就没有。来，大个子，快来，我外甥好，说得好，唱得好，哎。今天就不唱了，不唱了。来到深圳，非常的高兴啊！当着这个啊，也听不清，我也听不清。当着各位吧，我给于老师在这猜一个脑筋急转弯，好不好？你们这还是相声吗？嗯，没跳，我也没跳。哦、我先圈完了，我等着你。脑筋急转弯，啊、你先道个歉吧。哎呀，我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道个歉啊。我要倒霉。你听观众说了吗？艺术家。啊，开始了啊！来，您说吧。嗯，说呀，以他爱我四个字组句，如何让他念得更通顺？他爱我四个字组句，怎么让他念得更通顺？我不知道，猜不着。你来吧。那我告诉您啊，嗯，这个谜底是他爱他，我呢？有你什么事儿？艺术家，全是艺术家了。来，九零，小黑来啊。于老师这口吐莲花，您看吗？不看啊，活不了，这岁数不禁打。那这样吧，来到深圳呢，我给大家说个粤语，好不好，朋友们？这还是相声吗？粤语。是艺术家了，来，小伦，你看你爬哪个？哎，这是什么？要不你说一北京话吧。我呀，哎，我也给于老师变一魔术。嘿，哎呦，这高级了，好不好？嗯，咱们这个大戏法瞧的是身上带啊，小戏法看的是手里快。帕金森的那个，咱就这么一手绢，咱往这么一搭啊，您看变出什么来啊？什么呀？哎呦！狗屁，什么乱七八糟的这？你说这头上场他忘了可怎么办？谢谢吧，谢谢吧。啊，来深圳演出特别的开心。嗯。啊，好几年没来了，这回来大伙儿还这么热情，咱们希望以后常来常往啊，也期待着深圳德云社早日开业啊。嗯。来，往前站来，咱们给大伙儿唱个小曲儿啊。次日清晨，辞别老高命啊！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！走过三里桃花店啊！越过五里杏花营啊，桃花店前出美酒啊，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，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，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，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啊，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！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